今天的社团是我们第一次成果发表会，明年度现在的八年级，我想我们也一样希望能够开放同学能够来参与这样社团的活动，也希望同学能够勇于来学习，相信今天的节目应该会非常的精彩，借我们各位的掌声给我们今天的承办人员去导数，你们加油打加油哦！